征服了南面，征服了世界。我有什么吩咐大姐？我有事不是，有事不是。姐姐，来，干，干，干，纯爷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今天就给大家玩这轮游视频。那我们来看这个李元宽是怎么死的啊？这边樊城是死了之后啊，李元宽丢了个大招。我们看一下李元宽跑了这么远，最后竟然还死在吕布手上啊！这是被怎么死的？被吓死了吗？啊，我们可以看这个装备啊，这边吕布身上有一个反刺是吧？直接把对方李元宽给反刺死了，这只能怪李元宽自己丢了个大招是吧？那么点残血。被反刺给刺死了。那我们来看这个是否自己打了一个、啊、打了一局两个升上枪同时跳跃，然后对面两个孙悟空也，我们这边双方的孙悟空也是同时死亡啊。最后因为我站在后面啊，然后这边虞姬是一箭射两个，我比较吃亏啊，只射了一个。最后我们来看另外网友提供的一个素材，要说是残血的升上枪是吧，帮我来投了。这期视频就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然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视频啊，关注微信公众号我一个解说，如果大家有什么精彩视频也可以关注一下，也可以投稿到微信公众号我一个解说或者 Q 邮箱。那本期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视频哟。